啊，他在追队友啦，他在追 P2 P2 了，对对对对对。把他冰，把他蹦，变变变变，哦耶，哈哈，炸昏嘞！ 台湾也没多少人在绑上面吧？嗯，头伤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又有烧那个祭品吗？我又看到第那个什么第二次在大绑。OK OK。你后面。吓到我了。 真的吓到我了！他还在那，哎呦！他没事，你要跟我说。在追，我再去大房了。 蹲他，消失了。我感觉他又回来了，我先走好了。不敢修，怎么办？他去哪里了？我在大房里面修。 他故意的吧？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让头套转起来毁灭，就会倒退。那你不想让发电机掉的话，就要硬修。他有一根图腾哎，可是他封着的，所以他应该是。过来啊！ 过来一下，找一下图腾好吗？我找到一根啊，可是那根是被保护起来的。他好像有带网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带那个技能。那件网物是有那有 buff 吗？不然怎么那么多人带？ 不知道，我很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感应到你。麦片哦，真的、啊欸。他在你后面，他在你后面。看到了。 你小心哦！我带走了。牛逼！啊！牛逼！我有鞭炮，我会救你。他追我，我进大房了。我来大房找你。我感觉 P2、P3头盔要裂开啊！你还在大房吗？我拆不掉。我在大房。一楼，一楼，我在那个。 你知道有一扇门那边半正中，有知道的。拔六分呢，妈一定啊！哦哇哦，耶！哦哇哦，怎么拆不掉头套？哎，我拆掉了，拆掉了。我以为 P3 要死了。 他蹲下了，他蹲下了，他要蹲下了。他还在追你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好像没有。可能有。你是在一创意版那边？啊，他在追队友啦，他在追皮尔。 P2了，对对对对对。把他冰，把他蹦，变变变变，哦耶，哈哈，炸昏嘞！
炸昏欸。不要跑啊，不要跑过来，不要动。完了，我怎么感觉这队友头壳要裂开了？不对，我好像要裂开。我要裂开。行不行？我不知道，我努力尝试一下。他不追我哎，啊！还要去追那个皮尔，那个头壳要裂开，弄死他。哎，他没了，他好了。哎，他解开嘞。哎，掉了，拆掉了。OK， 那稳了这把。我上一把是这样说哎、欸，我上一把有活着出去吗？我已经忘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最近好像没有什么。你怎么出去啊？其实我不知道 P 二那个名字怎么念、欸，我刚看了很久，他那个名字怎么念、啊？第一个字，他那第一个字我也不知道。是吗？应该是吧。他来了，来了。哎、欸，又要你。他们说是池哎、欸，池城。池。对池。不追不追，他回去了，回去放那地上。我、哦？为什么我右边会有恶咒啊？可是毁灭已经掉了。还有玩物。哦、oh, ，OK。要跑，让我补一下。哦，我都已经这么明显的疯狂提示了，你还行吗？他不追我。嗯，他不追我。在哪里？好像 我在大房二楼。看到。为什么他蹲下来还要这么久才消心跳、啊？好久嘞。他回来了，他看到我了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这是谁的玩物啊？有一根图腾在地上，在那个长椅这边。P 三吗？他不是过两次了吗？不要不要不要、嗯、你怎么从上面掉下来？你可能会被鬼追哦。刚刚哪里？他刚刚你怎么看得到我？你在哪里？我在那个圆环那边啊，在这里啊。他刚刚才从你脚下走进去，你就从上面跳下来、哦，你这样居然没被扁，也是不简单的、欸。你后面呢、哦？在这边，我可以帮他挡。全员逃走中，我把他拉起来了。我看到了，但他又要倒了。没有，他没倒了。嘿嘿嘿嘿，怎么还没倒了？啊，他倒了。我来帮你，助你一臂之力，修好，让他有一刀踹一下。怎么说？牛逼不？踩他了！哎、欸，队友没了、啊，没了，你还这么开心？我先走了。哇！兄弟，我这站开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学了一招狠的 DH 的方法。不是大部分的鬼知道你会用 DH， 他们会防吗？
对啊，会等一下。你下一次就跑一跑，跑一跑，他快追到你的时候，你只要感觉他有在房间，你就直接在他面前蹲下，然后快一秒的时候突然按 DS， 他会回到你。哦，真的，心理大师，timing之鬼。啊，我在大屋。怎么样？你要看我表演是不是？啊，我看一下。你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我在小屋。啊，视频的门。给你偷学一下。视频哦，那么远哦。你另一扇我已经开好了，我就开。他在我这，好，我把他带过去你那。OK。可是我看到有一根图腾发光我在想要不要试哎。是玩物吗？我怕他有一刀，怕他有一刀，他就扁你了。快点快点，用一下用一下！啊！救命！救命啊、什么鬼呀、啊？等一下，救我！啊！救我！怎么这么丑？等一下，我有拆过，我有拆过。继续摇，继续摇。拆掉，可以，一定下来。嘿嘿，完蛋了，弟弟。走了。怎么样换我吗？好，你来。他不要了，他不玩了，他跑掉了。我把工具箱送给这个人。我们这个。不是啊，给你啊，我不用这个、啊。把工具箱送他。他一直帮我补血啊，没办法。他最好不要拿我的手电筒了，他最好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我的工具箱没拿出来，那紫色的哎、欸。